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莫涵。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游戏，名字叫这个《泰拉世界》啊。然后它其实是那个一个 B 站的大佬啊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叫进击的蓝耀西这个大佬制作的一款 Terraria 加 Minecraft 的两款那个游戏融合的同人游戏。然后这个游戏的话，它是有多人的，但是目前的话，我们先来玩一下单人吧。目前它这个创建的角色啊，就是一些妹子啊，没法创建史蒂夫啊，可能怎么说呢？感觉这个会玩的人多一点嘛，因为它可能偏向于横版的这个 Terraria，然后游戏的内容是那个 MC 的一个内容啊，所以我们就打一下名字，OK，创建一个角色，然后我们在创建角色之后，看发现这个界面的音效啊什么，包括这个背后的音效都是 MC 这个音效，然后我们可以创建一个世界，世界名字叫什么呢？这个叫我的世界啊，好。种子可以随机生成，然后这个世界的话，其实是跟那个Terraria 有最大区别，就是它是左右是无限的，Terraria 是有限的啊。虽然 Terraria 也有无限的那个设定嘛，因为是可以通过一些地图设定来导致这个就是地图可以无限扩展，但现在的话就是无限世界。然后我们一上来就遇到这个史莱姆啊，好啊，这个音效怪物猎人成就，然后这个竹子。竹子怎么获得呀？竹子也是砍的吗？哦，甘蔗不是竹子，甘蔗。然后我们在水里也可以看到这个冒泡泡。好，我在想，如果这个这个视频啊，就是录给大家看这个体验视频啊，如果达到了这个1000点击呗，1000点击啊，1000点击我们就开个坑啊，开个坑。这个史莱姆干嘛呀？我们就开个坑啊，就来正式的玩一下。虽然他现在。在8月1号发出了这个公开的测试版嘛，但是应该会有很多 bug 啊，所以我们就达到1000点击吧，就开坑。然后上手他给了3把斧子，什么草杂草镐、杂草斧和杂草剑啊，这是可以有再生能力的。包括我们看，哎，这个合成好像跟 MC 是一样的，Terraria 是没有这个合成方式的，它是用工作台合的或者背包里面合成的。这个是什么啊？这个也有点类似于结义癌啊，可以查原料的那个怎么制作啊？这个很形象。我们先把这棵树砍了吧，因为这个是草做的，杂草做的斧子，所以砍个树要砍好久啊，就说要砍个15秒吧。这个怼我就掉血。我们今天的目的就是盖一栋小房子啊，盖个那个火柴盒房。然后装饰一下，哎，这个怎么卤不掉呀？这要卤好久啊！哦，倒了，倒了，倒了！哇哦，获得木头成就啊！这个好形象啊！这个游戏音乐好像有点响，我们调轻一点。我们背包里面有这个木头之后，我们把这个木头全部合成一下，合成这个木板啊。再做这个木棍，再做个工作台吧。工作台 OK，它还有一键整理啊，这个真方便。甘蔗、小麦种子，这是什么？史莱姆球，看起来很好吃，但是好像它没有饱食度啊，可能现在作者还没做出饱食度。那我们看看还有什么道具吗？武器有什么？剪刀、剪羊毛啊，两个铁锭。然后这个是什么？打火石，一个铁钉，一个碎石。哇，还电钻头，这相当于模组这玩意啊。但这东西好像是不能制作的，这个东西不能制作，但是这些镐子能制作。这镐的造型有点怪怪的。杂草镐啊，杂草镐是3个草就可以做了。这个是下界合金斧，钻石斧加下界合金。那我们做一把那个木头斧子吧，做把木头，那个我们工作台先放出来。我感觉这一次要在这里搭一个窝。在这里搭个窝，在水边搭个窝，搭一个小平台凸出来。所以我们现在要把工作台给放一下，先随便放一下吧，在天黑之前看看能不能搭出房子。好，这个拿到小麦种子，我们做一把镐子。斧子先不做，我先做把镐子，然后去挖点石头。我们获得了石头，那个木镐成就。
木镐成角，然后这边好像不太好挖呀，把这个石头挖了吧。这个背部墙，哎，这个墙上的那个石头也可以挖啊，这个就是泰拉瑞亚的设定嘛。哎，我们可以把背部墙上的石头给挖了。喂，哎，这个史莱姆想，哎，它掉下去了，想框我。史莱姆想框我，怎么又来史莱姆了？我这里疯狂出史莱姆啊！哎呦，我差点掉下去，这掉下去就完了啊！哎，把这里石头再挖掉一点吧，我在这里搭个房子吧，这里搭个平的。把这个墙上的这个石头挖了，哎哎，这个就挖起来没那么简便啊。好，我们把这里挖平 ，OK， 好了啊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粘土啊！这还有粘土啊，我们获得了粘土。这史莱姆又来了哦，好烦。嘿，跳过去，看看这边还有兔子。你看这甘蔗都可以种。那我们现在有这个这么多石头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先做个熔炉。好，做出了熔炉，然后再做一把木镐啊，那个石镐子，对吧？石镐子，然后石斧、石剑。给它拿掉，然后把这个木棍再做一下，做一个斧子，做一把斧子哦。OK， 石斧、石剑要来一把吧？它好像没有石锄这东西。我们刚看那个合成里面就这几个东西。目前由于这个游戏还是测试阶段吧，不是完成品。你看它只有斧子、镐子和这些东西啊，所以我们先去砍个树，白桦木啊。白桦木，哎呦，还有牛，哎，这个牛叫声音，这牛干嘛呀？它过来自己躲水里去了。这，我不想砍它的，它自己过来了。哦，树倒了。哦，可以的，棒棒的。我再砍点白桦木啊，这里是铜矿啊，有没有铁矿之类的东西？好像石斧子更容易砍到树啊，树一会儿就坏了。好，树倒了，我这感觉像一件卤素的这个插件啊，那个模组，然后还有苹果，这苹果能不能吃呢？再来一个啊，再来倒一棵树，这个史莱姆会怼到我吗？哎，很好 ，OK， 好样的，哎呀，哎呀，哇，这里有羊了，我们这里有羊了，但是我们没有铁。没有铁是个问题啊，这个铁估计也挺难挖的，但是我这边看不到那个铁在哪有，先把这个砍掉吧，这个碍我们的事啊，在这里。哇，这个哇木桩子这么难砍吗？橡木木头一个，我没有木头盖房子啊，这个。多来点木头，一组不是64个吗？一组居然不是64个。然后我们把这个郁金香给放上去，把这个木头给拿出来。耶耶耶呀！哎，我刚刚做出来木板在这儿。我这个史莱姆真的有点烦啊。我们在这里搭房子。泥土。木头，哎，我砍点那个吧，白桦木作为木地板吧，白桦木可以啊。我又砍到羊了，白桦木做木地板还不错。好，哇，这个白桦木比那个好砍多了啊，比那个橡木好砍多了，因为毕竟橡木它出那个苹果之类的东西，白桦木。白桦木做地板，
然后给它突出去，出一个吊台，景观房，这样那个史莱姆就爬不上来了，对吧 ？OK， 我们这边给它搭个架子啊，感觉是给它撑一下。好 ，OK， 撑住了。然后我们把这个地板给挖了啊，这里的地板挖了，泥土，哎，怎么挖到这下面去了？再给它装上白桦木。好的 ，OK， 这个背景的泥土也挖了吧？这里泥土也挖了，把这里石头给它刨了。就这个卤石头啊，还是要对准啊，方块歪了就卤歪了。好，然后我们把这个白桦木给铺上。哎呀，铺错了，这个锤掉它，砍掉它。好的，哎，白桦木地板 OK， 然后给它铺这个，这个多少高啊？太高了好像。哇，这盖房子老方便了。峭壁啊，什么声音啊？这个好像这边还是用这个吧，感觉我这边不会有来那个僵尸之类的东西啊。鸡都过来了，这个我们给它戳个窗口，小窗口。这边还有牛，把这个也砍了。二三四，好，这个应该用白桦木给它怼上。哟，史莱姆跳进来了，完了！你进来了，你进来你就别想出去了，你进来就别想出去了。我们把这个卤掉，然后把那个橡木板给堆上。哎呀，这个牛，我不想砍你的，你自己堵我路。好 ，OK， 然后把这个白桦木板给放上。好了，哎 ，OK， 完美。然后把这个砍一下，那感觉史莱姆会跳上来。把这个盖上啊。好，然后我们现在要造一个这个炉子，就放这。有点放歪了，那就这样吧。然后放一个工作台，对吧？那箱子应该也是能做的了。我看看能不能做箱子啊。箱子能两个合一个吗？做两个箱子。我听小黑的声音了，这不能连在一起吗？这两个箱子。嘿，呦呦，小白，我们把木门先做上，否则他把剑射上来了。我听到小黑的声音了。把白桦木的门，哎，门堵上。门堵上了，然后我们把这个背景墙给先撸了，按住 Shift 就可以盖背景啊。这个就盖起来没那么简单啊。然后因为背景有墙了才能放火把。好，哇，越来越黑了。哎，没有这个了，再拿一点，104个还不够用吗？先把这个墙给堵上，这么多，这僵尸和小白在跳，还有蜘蛛的声音，啊，蜘蛛又来了，我们要抓紧啊！感觉这个蜘蛛会从这边爬上来啊。OK， 这缺一块吗？好，我们现在再做个火把，我这实在太黑了，啥都看不见，所以用熔炉烧一下吧。熔炉是加。这个白桦木板加这个原木，烧五个煤炭，哎，这样的就亮了。然后有木棍就可以了。OK， 木炭出来了，把木炭加这个木棍合成。
这个 BGM 可以关了吗？有点吵，甚至觉得有点吵。啊，然后把这个火把给贴上。嘿，墙上一个，两个。哎，这个火把给它卤了。OK， 啊，我们这个火把好像插的有点怪怪的。啊，这样好多，外面好多怪啊。我们能做玻璃吗？还能做点啥？做个椅子，做个椅子，啊，做两个椅子，一个橡木椅，这个椅子放这里，这感觉好像加了家具模组啊。背靠背，可以坐了，可以坐上去吗？这椅子是装饰的吗？不能坐的吗？好吧，装饰品，装饰品。OK， 哇，这么多僵尸外面，我这门一打开，不会全跳进来吧？哇，僵尸居然能跳上来，僵尸村民哎！哦，我升级了。哦，为什么这个箭是射箭的声音？看来这个骷髅跳不上来。苦力怕来了，完了！苦力怕来了，我的天！苦力怕来了啊！哎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猫？哦，哎，苦力怕那个豹猫吗？哦，那个是头。僵尸，苦力怕又游回去了。哦，是因为有只猫在，苦力怕过不来，否则应该会有那个啥。哦，你炸一下呀！哦，炸了！哦，猫被炸死了吗？这兔子啊，不是猫。好了，我们今天这个任务完成，很完美啊。啊，生兔肉之类的 ，OK， 这个东西好像是能吃吗？看看苹果能不能吃。啊，并不能吃，它只能自动回血了。OK， 那么这次这个叫泰拉世界，我的那个瑞亚嘛。好，就先玩到这里啊。如果大家这个点赞过1000的话，我们就开个坑吧。啊，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，可以多人玩，也可以单人玩。啊，然后生存它好像目前没有什么一个结局吧，因为还要等作者慢慢更新里面的内容了。好，如果大家喜欢视频，记得啊3连一下，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